Hello, it's me.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勇。今天想要吃的是，最近在 Facebook 的 Burger King 看到了一个，他们讲是卷土重来的Hokkaido Salmon Mentaiko Burger 这个汉堡，我没有吃过，所以我就想要买来吃了，哈哈哈。那么事不宜迟，马上把它们给拿出来吧。以上呢就是从 Burger King 买来的食物噜。OK， 那么主要果然还是想要试吃它的 Mentaiko Salmon Burger， 因为没有吃过嘛。然后呢，再来就是在 Burger King 里面他们推出的这个叫什么啊？牛角面包，所以呢很好奇它的搭配是怎么样的，所以也买来看看了。然后下来就是 Burger King， 只有 Burger King 有的 Hershey Sunday Pie， 也是很想要试试看看的一个甜品。然后再就是 Salad， 那么就马上打开来看看吧。感觉它的那个排法有点歪了呢，不过不用紧，等一下把它们给带回去就好了。OK， 它里面就有放着姜，然后番茄，再来洋葱跟它的那个 salmon 的 patty， 还有一些蔬菜啦。下来就是完全没有吃过的牛角鸡肉汉堡。哦，上面就真的是牛角面包的外表咧，哦，软软的咧，不像汉堡的那个面包一样，这个哦很软咧，哦，里面有着 cheese 吗？然后一些肉片，还有鸡蛋，哦，挺符合早餐的风格咧。不过确实这个就是早餐的美味啦。好，那么下来就是 Hershey。那么结构就像广告中看到的那样，下面是那个饼，然后 cream chocolate cream， 然后再就是这一些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的那个巧克力粒，那么最后就是 salad， 不同有的那些蔬菜跟那个番茄片啊，然后再就是他们有提供的这个酱，嗨 ，Daddy Koi， 呜呼。那么开动喽！
吃完了，哎，总的来说，这个北海道烧焖明太锅 burger 真的是对我来讲非常的好吃，尤其是它的那个三文鱼的那个肉饼呢，是已经很熟透了，所以呢，喜欢三文鱼味道的朋友们，可以趁着它在还没有下市之前，赶紧去尝试哦。牛角汉堡和鸡蛋非常的软乎乎。OK， 好了，那么今天的吃播就到此为止了，我们就在下个 video 再见了，拜拜。